好，大家好，而家系2019年11月啦。咁我谂大家都知道，由6月开始咧，好多社会运动，咁就越演越烈。咁变相咧，其实经济就越嚟越差。我自己做咗 HR 人力资源呢行咧都10年啦。咁我都即系第一次见到，其实系咁差。咁我都即系觉得，其实我成日都问，我点样可以帮到大家？因为我近期都收到一啲 CV 咧，就系1360啊、美心啊咁样。咁 office 佢哋就好多俾人破坏啦。咁佢哋其实根本就做唔到生意。咁做唔到生意，变相其实嗰度啲员工咧都会系冇心机啦。另外亦都佢哋可能搵少咗钱嘅。咁其实大家都知道啦，零售，咁我以前都做零售，其实都见到嗰、那个差咗好多嘅，咁可能 meet 唔到 target 啦，咁样，咁其实可能都会有老板就係、要共度时间啦、动薪啦、减薪啦、甚至乎呢第日都可能会出现啲裁员或者唔可能见到嘅情况。咁我自己頭先講過啦，就係我做咗啲recruitment 咁耐啦，咁其實我都以前坦白講有一啲朋友真係同我係喊住咁樣，就係點算啊？我嚟緊我揾唔到工，我就冇錢開飯，養唔到老婆仔女咁樣。嗱嚟緊咧，我會有一個免費嘅30分鐘嘅諮詢，咁我好希望咧喺呢一度咧就係幫到大家。去聽大家，或者大家好多問題想問嘅，我都可以俾啲意見。咁希望即係都幫你去建立翻咧正面積極嘅心態啦。咁同埋透過呢30分鐘咧，真係大家都坦白講建立個關係啦。咁就分享翻我嘅經驗啦，或者係對市場點樣睇啦，有啲乜嘢公司可以做啦，或者喺你呢個階段裏面，其實點樣可以準備自己啦？會唔會有啲咩嘅 training 或者 development 係可以幫到大家啦？咁上如果大家見到上面或者下面有條 link 咧，就唔好介意啦，即刻 click 入去啦。咁其實一個網上嘅 booking system 嚟嘅，咁都好簡單，只要留翻低大家嘅 email 同埋電話咧，咁我就會聯絡你，咁就可以同你做一個30分鐘嘅諮詢。咁希望到時見，幫到你。